七十站前后都是一样的站位，没有背包，没有大相机，没有吸嘴交换站。我们这个内部的状态呢也是非常新的，基本上是很少有使用过的一个痕迹。那我们这台机器呢，它的一个累计运行时间呢也就3204个小时，基本也就几个月的时间。那这个呢是一个准新机的一个状态。那如果说对我们这款机器感兴趣的老板呢，可以联系我们哦。